Selama tempoh 2 minggu ini, saudara-saudari dan anak-anak hanya perlu berada di rumah. Just stay at home. Just stay at home. Just stay at home. 可是我生日要到了，我们可以做些什么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要为大家献唱一首周杰伦的《安静》。 好了，唱完了。What？ 接下来我再为大家唱一首潘玮柏的《哑巴》。也唱完了。顶起来，顶起来，顶起来！哇！牛油，牛油，对。一百三十。160. Oh my god. Okay. 好。一百二十五。125。还要一百。100。100，哪里？我要下到100。70, 70, 40, 50, 50. Oh, too many, I think. 好了，100了。我们有一个新人 ，Hello， 我们现在要做蛋糕，已经做一下子了，你看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加了100的糖，还有125克的这个蛋糕牛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把它打到均匀喽，要搅。然后你要弄那鸡蛋，是不是？这鸡蛋，来我来。是我弄的鸡蛋是要全部进去吗？啊，对。阿妈，你有吹过是全部进去。哇，很快耶！我速度很快耶，等下我速度就会变快啊！要搅几笔了？可以搅搅搅。啊，谢谢呀！快了。太聪明啦！Oh my god！ 可以倒吗？来，看。1, 2, 3 No. Okay, good.所以要慢慢搅。刚刚那个味道很像那个什么？什么？我们做错了。没有。我嗅到那个味道的是一个。搅拌。来，我来搅。Ice cream。太聪明啦！太难了。因为大人的力气比较 OK 哦，小孩子的力气不 OK。你来帮我一个忙，你把这个东西打起来。啊？把这个打起来。OK， 太棒，我们把它倒进去。OK， 要搅，你要顺时钟，你不能说时钟，这样 ，OK。这样子啊？对。Oh my god！ 来，真是不会。
OK， 我要把它放进烤箱。实在哦，这个蛋糕已经在烤住了，我怕我等下会爆炸。A few moments later.价格没有错啊，是有错的、啊，你就会这样，香不 ？OK 我有味道的我，好像松饼哦。好吃吧？好吃啊，是吗？好吃吗？没有，你在发鬼的。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蛋糕吗？没有。你喜欢这个口味？嗯哼。哦，很棒啊！如果十分，你给多少分？十分。哇，十分你给十分啊！哇塞，超厉害的。你呢？哦，当然喜欢，又是我们一起做的。我总是觉得它很像花柜，很好吃，很多人想给它一百。哦，一百。嗯。好啦，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生日蛋糕的制作非常的成功，所以大家呢，其实这个很容易哦，像我们这种完全不会烹饪的麻瓜，我们都可以做出来这么有趣的牛油蛋糕，我相信呢大家都能够成功。所以我们在这个 lockdown 的期间呢，我们可以尝试自己下厨，或者是做一些蛋糕啊，做一些甜点。Daddy， 生日快乐！一个点。八分。哦，给我吃一次，好。